大家好，我是 Robin。 海丰环保教育争取多年的全面禁止象牙贸易条例终于在今年年底正式实施了，所以今年的象牙行主题就是关注濒危绝种大象，而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慈善选手包和大富翁梦想世界的门票一张，数量有限，所以大家快点报名吧。一心一意护大象，共襄盛举为象儿，救助濒危心同行。